起来，早上7点，现在7点半，好久没起这么早了，就是正常休息的时候。然后早餐来的时候把我叫醒了，粥，还有这样的早餐，这种早餐好久没有吃到了。隔离后的第一个早餐，品尝一下。鸭蛋、鹅蛋、鸭蛋，对，是鸭蛋。刚才吃完早餐又睡了，结果睡醒之后午餐来了。完了，我觉得真的这么下去自己会颓废的。啊，睡得太舒服，咋办咋整，又吃我除了吃就是睡，但宝宝今天有点累，吹起来。这边的肉，那是鸡肉，青椒炒鸡蛋。快吃，走。我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然后准备收拾一下房间，也开始洗洗。Just to make you fall.